转载自百家号作者。把书体育今年4月8日金州勇士宣布裁掉了前锋欧尼尔卡斯比。在季后赛开始前，勇士不得已而做出了这个决定。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给后卫奎因库克腾出一个宝贵的名额。并不是卡斯比不够好，主要是他受困于伤病。在17-18赛季，卡斯比一共为勇士打了53场比赛，场均拿到 5.7 分 ,38 篮板，命中率高达 58%, 三分命中率 45.5%。在赛季最高得分为对阵湖人时砍下的14分石板。尽管勇士选择裁掉卡斯比，但仍然是给了一份特别的优待。就在今天，有美媒发现，在勇士2017-18赛季总冠军旗帜上竟然印有欧尼卡斯比的名字，而且非常醒目。就在旗帜的正上方，勇士的意思非常明显，就算你离开了我们，再没有人会忽视你在常规赛中的表现，也没有会忽视你为金州带来的一份力量。不管是大还是小，就算你没有在季后赛出战一场，但冠军旗帜上也必须要有你的名字。这真是有情有义啊，难怪现在球员们包括今夏考辛斯一股脑都想往勇士这里挤。而且这还不算完，在之前美国媒体 Clutch Points 就曾在推特上晒出了一张灰熊球员卡斯比的图片，并在图片底下写道，灰熊当代传奇将会在前往奥克兰时从勇士队手中接过总冠军戒指。生涯至今他还从未打过一场 NBA 季后赛，尽管没对卡斯比有点调戏的意思，毕竟他确实没打过一场季后赛还拿总冠军，但至少也算是生涯圆满，毕竟来勇士一趟也不亏。而且现在的总冠军戒指和过去相比已经大为不同了，价格简直是暴涨。勇士球员上赛季获得的总冠军戒指平均造价为100万美元，这也是 NBA 史上最贵的总冠军戒指，上面的号码价格也不同。比如印有斯蒂芬库里或凯文热杜兰特球衣号码的价格则更高。卡斯比这一枚虽然球员本身没有什么存在感，但依旧可以获得的100万美元的收入